天主教中华圣母诸神基金会日前伫县立体育馆举办“加油第一关”山海来闯关的创新活力站运动会，邀请到馆长翁章良和许多人来比赛。规年运动会是闹热滚滚，展现出活力和热情。我们的创新活力站、基本上是有专业的社工，然后来带动所有的老年人、不管是在、这个运动操，或者是在认识字、或者是做相关的记忆工作、那现在目前为止，我们前线、大概、扣掉重复的、一共有182个村庄、有老人照顾相关的工作，那大概整个的覆盖率、大概有将近46%。所以我想、我给社会局的目标，我唔忙会当这个覆盖率能够超越50%，所以我想嘉义县的这个社区的老人照顾，相对其他县市来讲特别重要。今天一联合就咱16个站的这个长期活力站的长辈来破竹节的时候，在进行我们的活力站的运动会。那么这里面有580个长辈，有500多个长辈，有兄弟党、夫妻党，这个今天透过我们安排的4项的竞赛，大家就是在这边尽情的去参加比赛，让他们知道在嘉义县，其实其他十八乡镇的老师大拢跟咱同款，这么幸福，这么快乐。基金会执行长讲，中华县目前办老人长青活力站已经16年了，今日结合了所有的老师大，有兄弟啊，有翁仔某，让因透过比赛，唔那是当训练体能，对许多人来讲，嘛是交朋友好机会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